本季对于文斌五打数一安打两次保送，就发生在今天。去年布雷啊，有打于文斌一支全垒打啊，虽然说于文斌不容易被打全垒打，左这个球布雷轰到左外野方向，满贯全垒打，布雷今年球界第20支的全垒打，8场比赛没有全垒打的布雷。连续2年全垒打数都超过20支了，都到达20支了，满贯炮，于文斌，完风梦没了，哇，满贯全垒打，布老爷太猛了，8场比赛没有全垒打之后，满垒的时候他眼睛真的特别的大，在台中球场这个球满贯炮，满贯全垒打，今年球季啊，布雷。第二支的满贯全垒打了，付出代价了啊、哦。